大家好，我是乐队的贝斯顾胜军。我觉得贝斯可能感觉粗犷一些，看着，因为最一开始可能也是为了就是大家就是几个好朋友哥们儿在一起能做一件事儿，在乐队里大家每个人能扮演一些重要的角色吧，每个人能处理一些事儿，然后大家集体的去做好乐队。刚看到这个琴，我是觉得比较视觉冲击力比较强，而且呢这个琴拿到手以后，首先呢从重量上来讲它确实比较轻，然后对于乐队的长期的巡演啊，这种确实是包括舞台的表演确实有很大帮助。我现在是在和一个教练学拳击打拳，精神状态，每天的精神状态，因为我平时作息还算比较规律，就是睡得比较早，然后呢再通过打拳呢，你的自己的精神状态，然后包括你的体能在演出的时候都会跟之前有一个特别大的提升。我觉得很多东西都在于创新或者尝试，我觉得这样才能有进步。